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枭雄。最好是这么小一个浮箱可以直接爬上去啊。这下能踩过去就已经很扯了。他落水，好可怜啊！原来太晤士河是一个有趣的区域。会落水吗？杀死首领，引爆货物。哇，他们八等哎！哎呦！多里巴族，我自己了。
种的是可以直接炸的，反正有些是可以炸的，有些是不行。接下来当然就往下一区继续前进了。哈哈哈，过不去。啊，对上。落水吧。很喜欢害人家落水。上不去。可能要往这边一点。好吧，落水。下面好像正好有一些东西可以破坏。太高，他不给我直接击杀。
然后他们要来打，来去打呀！好，说这个，懂的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直接丢。谁去？杰基尔兄弟，最后一区了。算了，他不能给我过去，乖乖游泳。老师忘记看他的那个资料。杰希尔兄弟。杰基尔兄弟、肯特跟拉斐尔的家族是历史悠久的海员世家，而他们也追随其父亲的脚步成为海员。在伦敦码头，各种类型的非法交易都很受欢迎，而当地官员却视而不见。所有输入的货物都得由杰基尔兄弟经手，但他们交出来的货物却少之又少。让警察杀掉一个目标。警察杀下一个目标，我在想比较好的办法应该就是让警察狂暴吧。肯特基杰基尔，He thinks it's a bunch of players!
哇！哎呀！哇！警察被打死了。好像正在打哦，哎，警察在做什么啊？路哎，怎么这么弱啊？好吧，算了，杀掉。不是有两个吗？是兄弟吗？哦，我还想到有另外一个人呢，是和大师库克利玩的。等一下，最后一个就是那个啦，没有什么难度的帮派战争，老大都死了。手下只会被我杀爽爽的。怎么叫不上去啊？也不行，哎，又要跳水，还上不去，觉得在这一区好像很容易卡卡。刚拿到什么资料？If the Blighters want to fight for the ownership of this borough, let's give them what they want. 台屋是何抓是我的了。The Rooks are in good standing with Miss Swinburne no longer leading the Thames Blighters. Good luck to both sides. This borough belongs to us. 这些人还真敢过来跟我们打。
gentlemen, we are Jacob and Evie Fry. And as of this moment, you all work for us.适合拿下。我们今天的话也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的收看，下周见，拜拜。那我来点个技能吧，我想我就先点这个，因为这个还蛮好用的。这样我也顺利升到九等。再来，想增加一下，这个好了，还要潜行能力，我剩下两个技能就满了耶。全满刚好是十等，然后既然都剩下九等了，当然就是要换一个武器咯。奇怪，我的九等武器跑去哪？剑杖跟剑杖就给一回好了，欸，他后面好像都是剑杖啊。哦，弯刀也有十等的，好吧，我就依照预定换这个弯刀吧。这弯刀看起来就很凶狠。那个锯齿形的英雄，嗨，看起来就很恐怖。然后腰带有新的，我好像没有钱嘞。好吧，其他就先。先不管了，玉碧蓝是怎样？好，上周我们清超过时间了吧？太巫适合清掉，就是为了这个。我看到他，我就决定要把太巫适合给打掉。我们去看一下这个一次世界大战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东西。哎呦，既然你撞我，我就抢你的车吧。我刚刚去看坦坦伦敦，那我刚刚和熊去看那个《星际帝国》模式，然后里面就有这样差不多的景象，而且那个警察的衣服啊，也长得很像。然后好看，可以去看。哇，我好像前面影集少看了一点什么，觉得有点怪怪的，不知道我漏了什么。
之后再去查查看。怪我没有衔接，怪我咯。你有需要这样吗？你自己也没有发现啊。他怎么跳不过去？笑还是落水？搞什么？哇，这个船好像有点快，别把我带走！等一下，等一下。靠近一点，无名小卒。Perhaps we have met before, perhaps not. You search for an artifact. Let me show you the truth. 影集？不是好不好？影集我看好不好？那一定是你自己没有看。是我的问题。Come closer, Cipher. 他要给我什么？0110是什么东东啊？让我们在这边暂停一下，只好进去看看。我在做影片的时候还是很好奇这一串数字到底代表什么意思，所以我就看着它，刚好八个位数放在一起。然后是由01组成的，所以我觉得它是二进位嘛。我就把它拿去丢小转盘，转换出来之后成为数字。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我就再拿去对照那个 ASCII 嘛，刚好可以转换成。然后呢，这一个英文我们必须要再把它排列一下，就会变成 Lydia, Will, Lead, You, To, Me。 那就是 Lydia 会带领你到我这边，就代表这是雅各的孙女的名字 Lydia。会带着我去找朱诺的意思，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了。好，那我们继续。好吧，只好进去看看。Are you there? Your readings are going haywire. Force, get out. You have to get out. Hello. In the past, you hunt for one of my artifacts, but I come to you today to speak of the future. Follow Lydia Fry.She will lead you to me. Lydia 弗莱是谁啊？